话，它的设计一定会不太一样。对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又属于高包容性东西，它又不能符合所有的产品啊。你是说？对啊，它总是不会出这针对合成的，这针对合成某品牌，那它出不完。它针对所有100%的东西的形象的话，共同形象的话，就不可能那么做了，就不可能有那样子的完美了啦。懂。能装上就够了，能装上 ，OK 的。落差不大就好了的意思。对啊，能在它的要求尺寸里面能够搭得上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懂。对啊，然后就选功能，对啊。如果说什么选后保什么，如果这样硬要选的话，我只能说舒适度可能会有差啦。舒适度，这个设计上的舒适度会有差。那要亲自来做一下就知道了。哦，像国际牌舒适度就还不错。如果你有那一坐就睡着了，或一坐就，看书报了，看到不想起床了，不想起来的，国际牌可以考虑。国际牌偏舒适，它做法比较平滑，弧度的关系。那我们再掂。